欢迎嚟到学界体育比赛时间，再次嚟到田径场，重温2023-2024学年学界田径比赛精华。今届破纪录嘅次数系近年最劲嘅，今集就唔好俾佢停，立即去片。首先睇男子 A 组中长距离嘅赛事，首先系840个人报名，分三组进行，一组比一组快。第一组有越野之王23760越华叶永图，首圈尾段抢咗头位，但最后胜出嘅系培华梁启贤，最后200米抢翻第一位，过终点时间2分03秒36。第二组濠江女子行第一圈中段抢出，并且一路领放，最终以2分02秒44完成赛事。第三组有1723号好手李家聪，呢位留校学生一出赛就带住嚟跑，濠江嘅李宇谦一直紧随其后，两个人嘅第一集团早早就确定咗啦，甩开其他对手。完成第一圈嘅时候，李家聪仲系第一，李宇谦就贴住佢。李家聪系跑手，大家都知，但李宇谦嘅主项系足球，一直向李家聪施压。这个排名在最后200米左右酝酿变化，比赛最后100米，李宇谦开始发力过埋李家聪。事实上足球讲求冲刺力，斗100米赢中长跑的选手一啲都不出奇。李宇谦最终以1分59秒55冲线，打破了卢伟源2018年创下的学界以及大会纪录，获得了800的金牌。吕志恒第二，李家聪第三，梁启贤第四。冇想象過，我自己都覺得好出奇，因為我上一次嘅跑喺校會跑2分03啦，我冇諗到幾個月嘅時間可以進步得咁快，衝完線嗰刻我好激動。第二日男子 A 組1500公尺就上演，40个人分兩組，第一組有眾多高手喺度，大熱門係上屆冠軍葉詠彤。暂时都在人群之中。前五米要赛4个圈左右，叶永彤在外围想爬头，因为想要破哥哥的纪录。第一圈尾段，叶永彤过了雷明道的王家乐头，进占第一位。叶永彤及后一直领跑，李宇谦跟住后边。第二圈尾段变成李宇谦、王家铭的濠江双雄夹击叶永图。第三圈中段，叶永图的优势并不明显，王家铭系咁吊住佢尾。赛事最后一圈见真章，倒数200米左右，比赛变成王家铭单挑叶永图的格局，两个人贴住跑，进入最后100米，差不多平排咁滞。乜嘢叫互不相让？就系指呢啲啦。到终点之前，两个人仲系叮当码头，几乎平排冲线。肉眼根本就分不到胜负，最终叶永图以4分16秒42压线成功，0.02秒之差击败王家铭。夺冠之余，他和亚军王家铭都打破了叶星图的学界以及大会纪录，李宇谦第三。田径赛第三日，男子 A 组5000公尺比赛就好热闹，越长的距离对叶永图就越有利，一开赛就成为了领头羊。他的主要对手包括王家铭、李宇谦、李家聪以及卢日希等等。今年高三毕业的叶永图很快脆就抢了出来，而且一直保持优势。5000要跑12.5圈，叶永图在第6圈左右已经甩开了王家铭，及后一骑绝尘，最终以16分43秒92完成比赛，进账多一面金牌，今届两金一破，为学界赛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圣若瑟五校的卢日希第二，王家乐第三，李家聪第四，都不错的。虽然是刚刚那个5000有点可惜破不到纪录，昨天在1500米的决赛相当的紧张，相当的刺激，破口的纪录，自己那种心情的真的很激动，是吧？因为都以为自己输了，其实不过估不到最后可以压线赢了。即是压线之前以为都没什么用，但是
今次真係大派用場，今次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專注係五千咯，希望上次可以破依個澳門紀錄咯。接住睇女子 A 組鐵餅，十六人參賽，豪江吳海怡直住第二集嘅25.98米，一路領先。上屆亞軍盧孝嘅林露第三集有25.75米，守喺第二位。而決勝嘅係第五集吳海怡做出26.79米，離金牌就好近。不過林露就出其不意，摘出26.80米，搶佔咗第一位。鏡屏王曉林一直守喺第三，最後一集25.36米，最終獲得銅牌。林露同吳海怡最後一集都冇突破，結果林露以26.80米險勝，獲得女 A 鐵餅金牌，吳海怡銀牌。本來是諗住可以上到30嘅，跟住但係就係掉咗26，所以唔係好中意咯，係因為肚餓。教練俾咗塊餅乾我，我食咗先掉到呢個成績出嚟咯。每次練習都係奔住個紀錄去嘅咯，即係無論係鐵餅啊或者圓球啊都係。女子 A 組圓球錦標由16名選手角逐，但15人嘅成績都未能夠超過10米，第一輪賽事就分出名次，吳海怡第一推做出10.39米，成績超曬班。鏡屏馮晴欣第一輪推到9米，一直守喺第二位。豪江彭日晴喺第三推做出8.91米，守喺第三位。喺往後嘅幾次試推之中，吳海怡一直保持第一位。第五次試推去到10.45米，而喺最後一次試推之中，高二嘅吳海怡再進一步去到10.69米，並以呢個成績攞到今屆第一面金牌。馮靜欣第二，彭日晴第三。我覺得係好爽，因為我咁多年嚟我第一次攞圓球冠軍，係每一項都第一次攞冠軍。可能因為今日我啲 friend 喺度睇緊我，有啲 high。我教練就俾咗一個目標係12米嘅，我都會努力向呢個方向。好啦，翻翻嚟跑道睇焦点赛事，百米飞人大战打头阵嘅系女 A， 8名选手分别系一线圣罗萨英嘅梁可晴，二线豪江蔡子林，三线圣心中袁海玲，四线卢孝李嘉欣，五线豪江张嘉欣，六线卢孝欧如君，七线花地马梁善贤，八线工联职中林双双。大热门系第三次参加决赛嘅张嘉欣，攞咗两届亚军。今屆亦都攞咗200嘅金牌。槍聲響起，袁海玲起跑就好突出，最後一年參賽嘅張嘉欣亦都追緊上嚟。30米左右，張嘉欣上到第一位，好快就跑離最近嘅歐如君同袁海玲。最終張嘉欣以12.88秒衝過終點，終於都嘗試到100米金牌嘅滋味，一屆兩金，名副其實嘅女飛人啦。歐如君第二，袁海玲第三。是比较兴奋的，而且这个是在期望之中，就是已经达到我对今次的学界的一个期望咯。其实我是想冲回我的 PB， 是12.64秒，跟着我是想冲到去12.5秒左右，但是可能是这三日的比赛比较多，消耗的体力都是比较多的。多谢豪江中学这个平台。接着是男 A 100决，大热门是三线上届冠军卢永富，早一日已经拿了200的金牌。决赛的8名选手分别是一线港大钟钦全，二线豪江金永康，三线雷明道卢永富，四线月华梁浩辉，五线卢孝卢志升，六线镜屏的林毅恒，七线豪江陈浩洋，八线蔡龙董家辉。赛事正式开始，卢永富的起跑反应最快，弹了出来，林毅恒暂时排第二，卢永富的状态上紧嚟，不断将优势拉开，中段已经确立了金牌垂属，最终卢永富大热胜出。
为缅南威飞人呢个殊荣，卢永富嘅成绩系10秒91，突破咗11秒大关，再次包办200同100嘅金牌。林毅恒演11分22得第二名，卢志升11秒30得第三。心情是十分开心咯，同上年一样。今年咧个成绩会比上年更加有进步。喺我受完伤之后一个咁嘅情况之后咧，训练量不足嘅情况可以跑出一个自己新嘅 PB 咧，系即系十分开心嘅。系我希望嚟紧嘅今年同埋下年咧，可以再会有新嘅突破。女子大学组100米决赛。是澳大学生之间的对决，五线周善恩是上届冠军，状态就最好。赛事立即展开，周善恩以及二线陈文慧暂时跑出少少，周善恩很快就从后而上，八线李同月进占第二位，结果周善恩以13秒06完成赛事，胜周四连冠霸业，李同月第二，陈文慧第三，前三名都是澳大的学生。男子大学组100米决赛，焦点系六线澳门南非人澳大嘅陈建华，佢3月啱啱喺香港田径赛以10秒58刷新咗由个人保持嘅男子100米澳门纪录。上届陈建华就喺学界田径赛打破咗陈峰30年嘅澳门纪录，大家都期待佢今场可以再破一次。枪声一响，7名选手嘅反应都几齐下，不过陈建华好快独占鳌头。今届专心赛100，去势就相当好，越战越勇，最终以10秒58冲线，金牌手到拿来。陈建华表现就相当之好啦，可惜喺-2.1嘅风速之下，只能够平咗自己保持嘅澳门纪录，否则再破纪录就不是梦啦。理工林楚琪、澳大李子鹏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所以比较满意嘅，其实我上个星期破完，上两个星期破完，都是500啦，跟翻到嚟基本上就发烧，同埋调整都有啲时间嘅。其实今次我阿 Sir 都话呢次比赛都系当一个训练嘅形式去进行咯。我觉得如果我喺-2.1方呢个情况下都跑翻5几，我觉得自己嘅速度同埋其他嘅技术都有少少提升嘅，对比起上年咁样。今年我俾自己嘅 target 可能就喺翻入翻呢个10秒50内啦，系咯，达到呢个国家健将水平先咯。信心是有的，所以都是看哪场比赛出道咯，或者看好不好彩咯。同埋今届女 A 标枪终于有突破了，镜平的林正贤藉住第五枪的29米59攞到第三名，豪江彭日晴第二枪都有不错的成绩，32米06一直守在第二位，可惜未能够再进一步。镜平黄晓林成为今届主角，第一枪就以36米55打破了2006年由王杰文保持的学界以及大会纪录。黄晓林由头带到尾，现在进行最后一枪。哇哈，距离似乎更加之远了。黄晓林金牌已经在手，最后一枪更加之厉害，做出38米14。经过裁判长核实这个成绩，确定黄晓林以38米14创造出一个近年罕见新的学界以及大会纪录，为镜平攞多一面金牌。南美三级跳8名选手落场，第一个出场豪江阮宏浩，第一跳就有13米200，之后无敌手。最接近他的是冯子辉，第一跳12米13，第三跳13米18，得到一面银牌。阮宏浩第二跳是今场成绩最好的一跳，跳出13米51，虽然及后成绩就稍稍回落，但顺利在最后一年学界赛之中封王。镜平金汉斌以12米91得到铜牌。我觉得是非常之紧张兴奋先促使到攞到呢一次嘅金牌，因为其实我对呢一次都冇乜咩，对自己冇咩期望，但系都希望
同自己突破自己咯，个目标就系、是，但系最终都如愿咁，好幸运咁攞到第一名。其实有啲冇达到自己心中嘅期望，其实好多谢我教练嘅，同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队友。现在到咗压轴重头戏，四乘一百接力，率先送上女子 A 组嘅赛事，八线镜平第一棒陈柳希。一线高美士中袍，大热门卢孝喺七线，李嘉欣第一棒，六线奥大富侠，第一棒系谭善琪，圣罗萨中三线，郑瑶瑶第一棒，豪江第五线，第一棒系钟善琪，四线系化地马，高幸仪做第一棒，二线蔡公第一棒系张秀明。赛事就展开咗，卢孝喺初赛已经打破咗2014年师姐嘅大会纪录，51秒14。力压另一热门豪江都几多下，镜平同卢孝差不多同一时间交棒，镜平第二棒何丽莹，卢孝第二棒是欧玉君，是100米的第二名，搏晒命向前冲，慢慢累积优势，交棒比400米金牌得主程文静，李伟女 A 个人全场总冠军，进一步抛离对手。豪江第三棒蔡子林在后面冲紧上嚟，威胁到镜平张恩桥。话咁快，卢孝已经第四棒，柯卓莹优势相当明显。豪江女飞人张嘉欣跑最后一棒，超越咗镜平嘅黄文英排第二。不过身为上届女飞人嘅柯卓莹遥遥领先，全力冲刺，最终卢孝第一，豪江第二，镜平第三，奥大富孝第四。卢孝嘅决赛成绩系51秒43，都非常感谢教练和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才可以有这一次的突破。首先很感谢教练对我们的栽培，其次就是感谢我的队友，没有他们我们都拿不到这个这样的金牌。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我觉得我跑完这么多枪，应该我对自己会没有信心破这个纪录，还有很开心很激动，完成了阿 Sir 和一些师姐十年的目标。好多谢学校对我哋支持啦，同埋我哋嘅教练李柏廉老师对我哋嘅悉心栽培。呢一年我哋为呢一个纪录，亦都做咗好多嘅准备，例如去香港啊、澳门田径公开赛都进去过好唔少嘅比赛啦。咁可以话系我初赛冲线嗰一刻，我见到呢个纪录，我可以知道我哋呢一年嘅努力系冇白费到。咁我都好激动，十分激动咁。而同時都好多謝我嘅家人有睇直播，而我嘅朋友亦都有到場去支持我哋，我非常感謝佢哋，好激動，然之後就係喊咗，因為以前喊可能係輸咗比賽好唔甘心嗰只喊，咁而家喊係好感動、好激動咯，就係咁多日嘅訓練，咁樣日曬雨淋係冇白費到啲汗水，我希望佢去到澳大可以越嚟越好。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年，我由初一开始就跟这两个师姐一起做接力队，之后今年到他要毕业真的很不舍得咯。在这一年的对他是他们三个的新队友，都非常不舍得他们三个，也都希望之后可以跟他们再一起并肩作战。那你对啲师妹下年卫冕有没有信心？有有，特别看好程文静同学同埋欧如君同学， okay. 你两个加油啦！ Okay. 接住到今届比赛最后一战，一线教业第一棒黄家浩，二线蔡高，第一棒崔志杰，三线港大第一棒刘成俊，四线卢侠吴文恩跑第一棒，五线月华第一棒系郑晓宏。六线镜平陈景贤第一棒，七线是豪江赵家朗第一棒，八线奥方第一棒是廖子贤。哇，一于跳个舞先，为大家放松下心情。枪声一响，比赛立即开始。今场八队的实力相对就平均一啲，冇边一队是特别突出。各队交第一棒的时间亦都差不多，暂时未见到边队领先好多。豪江何栋浩、奥方林伟伦、月华梁浩辉、卢孝余志谦、镜平潘灿伟都好接近下。到第三棒，豪江陈浩洋、镜平林毅恒似乎有少少优势，卢孝李卓乐、月华陈旭熙紧随其后。镜平最先交第四棒，谭展成抢咗出嚟，
不过路校路之星追紧上嚟，其他对手就堕后咗。最后四十米左右，路之星全力反超，最终带领路校第一名冲线，镜平第二，港大后上得第三，豪江第四。第四棒领先咗好多嘅时候，当然我相信我哋一至三棒嘅心情都非常之激动嘅。咁都要感谢我哋教练们啊、学校们啊，同埋队友们，好大功劳就系我哋嘅教练啊，因为我哋教练就每日都同我哋陪住我哋练习，用自己时间放喺我哋上面，都要多谢在场同我哋支持嘅观众们。首先好多谢要我哋嘅李柏廉老师，佢喺星期六日咧用咗好多即系自己嘅休息时间或者陪仔女嘅时间嚟陪我哋一起去练接力啦。加上我哋真系按纸面上嚟讲，我哋四个系真系喺咁多支队里面都系唔算特别占优嘅，队伍系冇替补，我哋只系得四个人，即系一伤就应该系就要退赛嗰种啦。但系我哋冇摆自己系一个咩角色啦，总之就系一个黑马云嘅态度去追求呢个冠军啦。所以追到系一个好开心同埋好振奋嘅一个成就。呢个系我哋学界生涯里面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啦。其实我哋都唔系几满意，因为我哋觉得自己可以再追求更高啊。其实呢个成绩对我嚟讲就一般般，唔算太惊喜嗰种。下年加油，目标系破咗个纪录嘅。有冇信心？有。接力比赛完咗，今集又到尾声，系时候睇下各间学校嘅总成绩表。各组嘅团体冠军豪江同镜平成为今届嘅大赢家，豪江包办咗男 A、男 B、男 C 以及女 B 团体冠军，镜平就囊括咗男 B、女 B、男 E 以及女 E 四个组别嘅团体冠军，路校就攞咗女 A 团体冠军，培正亦都攞咗女 C 团体冠军。男 A 个人全场总冠军由豪江、黄清心夺得，女 A 个人全场总冠军是路校的程文静。睇完多场的赛事以及多项纪录的诞生，今集时间又到了，希望各位运动员不论胜负都好，最重要热爱运动，努力练习，不要放弃，成功终有日，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敲门的。下个学年田径场再见，拜拜。